三叔逗你玩的吧？这块地只能盖阴宅。这个太后身上有一个伞字，这是我小时候在三叔太后旗上面刻的。全是雷声。我三叔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不仅给我留了块地，还留了个谜团给我。他就是想让我了解重复的雷声，这不符合科学规律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他为什么不回家？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问你二叔，江湖老妖精。你二叔呢也不是个随便的人。你看这些姑娘全都是我跟你学摸的，好好看看。你现在是该给我们吴家留个种了。是。可二叔啊，你身体那么好，这留种的事儿你也行。